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啊，请原谅我华语不大会讲，好、哦，讲一点点，简单简单。我六个礼拜前遇到车祸，从摩托车摔下来，我的手受伤了，脚也是受伤了，去了医院看了医生，差不多四个礼拜，这三个小的地方好，但是一个比较深的伤口它就不好。那么差不多有三个礼拜不会好，我就一点紧张了。那么我来这边第一天那个晚上啊，回去睡觉的时候半个时候在这边差不多十个分钟，那个早上起来好了。然后我是有信心的，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宝来的啊，我是 treasure to know this， 我很难看有这功的。我今天早上还有来，我拿假期来啊，我的工作很忙的，要做到六点半，但是我六点就跑来这边，我从垦丁下来，谢谢。还有一个，我眼睛我现在是七十二岁了，所以我眼睛有一点越来越差。医生跟我讲，哎呀，你老了就是这样 ，live with it 啊，就不要计较了，你自己讲老了就是看不见了，朦胧了。但是这几天呢，有人家帮我做了吗？我看得很清楚了。